大小星讯息，你们可以随意解读这则传讯。你们好，我们是大角心理事会，我们很高兴与大家联系。我们正在熟悉你们在地球上所拥有的体系，那些被设计用来维持秩序的体系。你们建立这些体系的时候，你们的世界比现在要混乱得多。今天，你们所拥有的是一个较不文明的时代，一个较野蛮的社会的最后残余。你们有同样的工具来保护自己免受无序、混乱和野蛮人的伤害。事实上，你们不需要在你们的世界中有那么多的秩序和控制。你们已经进化到不再需要对你们的日常生活进行过多的监督。然而，你们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暴露你们是谁，你们相信什么，你们买了什么，你们刚刚和谁相处了几个小时等等方面。这对觉醒了的普通人意味着什么？这是否意味着你们必须废除控制体系？这是否意味着你们必须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？或者是否意味着你们应该意识到，一直在掌权的人正在收紧他们的控制，他们将无法永远保持这种收紧的控制？事实上，他们维持不了多久了。你们几乎不必担心，或者根本不必担心这些当权者，以及他们想要对你们施加更多控制的欲望，因为这一切都即将结束。你们看到的是对你们施加更多控制的最后尝试。你们可以随意解读这则传讯。我们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会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解读它，这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关系，因为无论你们认为我们指的是什么，你们都可以让自己松弛一些。这对每一个感到压抑的人来说都是有益的，因为你们相信有人比你们更有权利掌控你们和你们的生活，所以你们要摆脱自己给自己施加的枷锁。你们只要照顾好自己的花园就行了。你们只需要如此密切地关注自己的震动，没有什么能说服你们应该降低它。你们必须放弃受害者、加害者、被压迫者、施压者、被奴役、奴役者的模式。如果你们执着于这些模式，并继续发挥这种心态，你们将使他们在你们的世界中延续的时间比需要的更长。已经就位的、处于控制中的体系正在从内部解体，而解体的原因是你们身上的更高振动能量。这并不是因为有人发动了一场革命，这将是因为你们中足够多的人保持了足够高的振动，来根植于那些更高频率的能量中，以继续在地球上开展提升意识水平的工作。你们集体的意识水平将总是反映在你们的政府、你们的企业、你们的银行、你们的军队、你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所以，对你们来说，现在对世界产生最大影响的最简单办法，就是照顾你们自己的振动，并让解体自行继续下去。我们始终把你们的最佳利益放在心上。我们是大角心理事会，我们很高兴与你们联系。